是的。Hello。 来到东京旅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特别的兴奋。今天刚到吗？没有，我们周六来的。哦，竟然在这儿被人叫出来，太好了。接下来有什么行程？行程我们今明两天其实有一些活动啊，然后其实我们也顺带来后面的项目采采风。会把您的新作品介绍给日本这边的观众吗？肯定会的，我们希望把《长安三万里》能够介绍给很多的日本观众。对，长安跟高校去交流，他们会看我们的片。长安三万里票房成绩很不错嘛，那接下来两位还有什么后续的作品计划？能现在透露一点吗？现在具体的项目可能没法透露，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到后面项目的开发当中。期待早日跟大家相见。然后我们也会继续做新文化系列，因为这个系列大家还都挺喜欢，所以历史当中很多的这种相关题材，我们都会想再继续尝试，希望继续关注。所以下一个是什么朝代或者题材还不能透露是吧？暂时不能说。好的，那祝你们在东京电影节玩的愉快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两位导演，谢谢。谢谢。